为了让资源循环利用，减少地球负担，新竹市环保局以环保融入生活为出发点，特别结合辖内3C 卖场及量贩店举办回收生活节，即日起至7月31日，民众提交废笔记型电脑、废平板电脑、废键盘、废干电池、废电扇等5类资源物，即可兑换10元到100元不等的现金抵用券。新竹市环保局长江胜任表示，为期2个月的回收生活节，民众持指定的资源回收物及数量或重量，即可兑换现金抵用券。如废笔记型电脑或平板电脑1台可兑换100元抵用券，废键盘、废电扇1台可兑换20元抵用券，废干电池则是0.5公斤可兑换10元抵用券。现金抵用券限定于办理回收的3C 卖场或量贩店直接购物折抵使用，每人每项资源物限兑换3份，数量有限兑完为止。办理的地点分为3C 卖场及量贩店2个管道，3C 卖场有顺发3C 量贩店以及 Nova 资讯广场新竹店，量贩店则为大润发新竹南雅店。办理的日期都是5月份的每周六下午1点到3点，以及7月份的每周4下午1点到3点。